欢迎来到我们太极星啊！我们这款是进口的铜线，这个是打在苹果上面的一个塔头。我们师傅正在用我们的切臂的师傅室，正在调筋。你看，我们师傅很专注，我们检查都是用我们这个铜筋仪，日本的啊，我们一起检查，要求很严，都是用我们的太极星的机器和设备啊模具一起开发成功。希望有这款的产品，欢迎来我们太极星开发，一条龙给你们服务。